安端泰他爸已经恢复意识了。什么？真的没有关系，你做到这就可以了。不，我要一起做。当初我看到你把俊表带走的时候，应该要阻止你才对。他们在车上的对话应该会被录进去。找到犯人后，安端泰就会变成石俊表了吗？就算世上所有事都变了，我对你的心永远都不会改变。26年前那个被你诱拐走的石俊表就是我。 安端泰就是俊表哥，我们结婚吧，孔欣。美女孔欣，周一至周五晚间10点，未来戏剧台。